在 Google Chrome 最出来的功能，那魔法当时拍的照片最精彩的就是这地方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换一个手指，当然换一个手指就不能差一秒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老马了。当时老马呢被安华辞职，因为呢老马要求呢，我孩子的公司被大本了啊。安华不给吗？因为那个凯托纳呢有跟老马讲了，你如果帮老马的儿子的话呢，我们凯托纳名誉上被网大的。那安华坚持不给呢，老马就给他一封信，炒他鱿鱼。然后安华就来呢跟他讲，我不走，你应该都亏。结果呢就关电脑11年了，就这样子得罪老马了。其实那个我觉得编剧写的不够好。我会这样子写的。老马呢，实际上呢，以前我讲过嘛，老马是第三安华当做他的儿子的。老马的确花很多时间去栽培安华，安华是他栽培的人，他真的没有想到安华是一个 spy， 安华是一个间谍，安华是一个窝里反，安华是一个，安华是中共大义，他是人渣那样子，没有人跟着，中共人肯跟着他，安华呢，安华去打败老马，安华要挖掉老马的那个邪恶帝国，这个是老马真的想的，所以那句话应该改成这样子的，老马讲了，老马应该讲说，我三个孩子呢。就是不怎么样，就是三个傻瓜啊！哎呀，吹牛逼 ！But you, I want Ibrahim. You are my another son. You are my son. 还有安娜，可恶吧？我对待你就对待你的，就如同对待我的儿子。那三个傻瓜呢，就算了你就当做他们哥哥所以你也是我的家人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其实对老马他一世人呢，他永远解开不了的一个谜团呢，就是他的那个大弟子，他的大儿子安华呢，为什么呢不能够跟他站在一起？这个其实这个剧本我改一改呢，要这样子演呢会更好的他们这个也是真正老马的毕竟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安华从来不是老马的。当你明白你用这么多时间栽培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呢你没有想到呢，他不能够跟你们就一起，不能跟你们一起，我呢，这是老马的这辈子呢最大的一个最关键的，大家非常喜欢这个电影里面太多精彩的那个环节，里面呢有很多幕呢就会讲一个贪污呢，那个一个老板呢叫一个华人呢，所以之前400万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强，贪华人比较华人是不稳定。一生的钱不能够偷，那个安华的哥哥做了一个很成功的，做了很多东西，这样的安华就有一点了。安华在财政部长之后呢，他就提醒他哥哥，你不可以让你的哥哥做工的，我做了很多人看不懂的这个叫做对钱的。你最近是财政部长，你哥哥怎么可以？